现在已经消到清净了哈。是。啊，您昨来个家扎啊？昨天晚上来到这里。对。早还是晚？比较早啦。还很早嘛哈。对啊。啊，有没有看到那一座桥？红色的桥啊。嘿，有。那一座叫做云龙桥。哦，我要介绍哈，我要介绍咱这座吊桥哈。哎，这就是咱的云龙桥。啊，我们全台湾第一个高空弹跳也是在那里的。那个深度多深？97米深呐、啊。高97米深，哦，这个云龙桥，啊，但是这个早期要叫啥？哦，这个现在叫做云龙桥，早期它的名字叫做龙吟桥，是一个抗日英雄哈，哎、哦欸，要把这个名要把留伫遮，结果这个人走一带，走去投共，哦，跑去投共哈，啊，结果安那？结果这个名无法度我甲留下伫遮，啊，尾啊安那？改伊名颠倒变。改做云龙桥，哦，云龙桥哈，啊，咱有一出电影《彩虹桥》有没有？嗯，也是在这里。这一座吊桥早期哈、哦、叫做什么？护师铁线桥。上盖早期这座吊桥，哦，咱的莫纳鲁到为了要走亚山庙啊，把这座吊桥给夺上啊，有啊，哎、欸，那一座桥叫做护师铁线桥。哦，这里将供我咱的嘉宾来做这个了解啊，哎、哦欸，咱这个雾社事件，赛德克巴莱就有两出电影。好、哦，阿、啊、一寸伫倒位，伫咱的人质关呀哈，它的剧情是在那里。好、哦，阿、啊、第二寸就是这座叫做彩虹桥啊。好、哦，你也看，咱即马这里这座吊桥，哦，安尼家己看，你外口，安尼就是玻璃钢柱啊。看玻璃比较有形状啊，你比较有形状。哎呀、啊，外面刚刚地楼吼安尼，看下伊地楼吼。那你昨天过来有一个水库有没有？那个水库叫做雾社水库，啊，这个统治的时候叫做满载水口，哦，啊，这个水口那个云雾啊，都会缭绕在那边哈，那个云雾都会缭绕在那边，啊，造成啥？造成咱这边啥家伙做雾社，哦，我们的雾社，啊，起来看咱的亲近呢，早期我们的亲近叫做什么？叫做剑井。那为什么叫做剑井？上来到这边可以看到顶尖，啊、哦，可以看到顶尖，一家家伙做剑井。啊，是咱蒋经国先生做原先基金的时阵哈，伊来遮填两副字，哦，加填咱填两副字句，讲金金论金子，优雅是先机，哦，优雅是先机，甲这两个头尾伊甲叫起，叫做亲近，哦，这是咱的幕僚，有在要考咱民政基金哈，伊才甲取这个名哈，这个就是我们早期的名字哈，哎，啊，早期咱来到遮，刚好做建筑，啊，是雾社，就是一幕僚让。啊，上来到这边就可以看到顶尖啊，就是这里管理啊，这里将来把他的咖啡来做这里盖下，哦，做这里盖下，另外有一家把它备用。